杰哥，你不会是来看笑话的吧？你们真的要把这里卖掉吗？自从你加入 Mr. D 以来，这里的一切都与你无关。。说吧。什么生意？有一批价值上亿的血钻，明天就到成都，拉奇也在其中。有下家吗？香港龙哥。谁负责押送 ？Mr. D， 司徒，我警告你，你别想再骗我们。阿生，三年了，你失踪了三年，你偷偷的加入了 Mr. D 的团队，你帮着他。抢走大哥所有的生意，你说怎么相信你呢？那是当时我唯一的选择。今天代表着成都3000年历史和财富的太阳神鸟从金沙遗址博物馆起运，届时我们将为您现场报道。没有想到 Mr. D 会出现在大哥的葬礼上，他
以为没有人知道谁是真正的凶手。我们几个都是孤儿，从小跟着大哥赤手空拳打天下，以我们当时的实力真的什么也做不了，所以我只有瞒着你们。司徒，我们现在依然是赤手空拳。我现在掌握了所有的信息和线索，我跟着他已经整整三年了，我想是时候了。就算这次我们得手了，我们也仍然伤不了 Mr. 第一更狠吗？这次不一样，这批货的资金将会被投入到境外的反政府武装冲突之中，幕后的大老板在南非，货在 Mr. D 就在，货要是不在他就不在。杰哥，既然我们大家都不想大哥留下的这些被变卖，也许这是个机会。空口无凭。凭什么认为我们会信你？你们三年都没有换过进门密码。我干。算我一个。司徒，别让我看错你。目标出现，司徒，怎么会有四个人？我也不确定。分头行动。上了一辆快递车。对不起啊，不怪你。老狐狸。C 组，错误目标。阿生，你去支援司徒。收到。要回你跟我汇合。地图目标错误。目标换装已下车。确定是目标吗？确定。会不会掉回去？不行。
以动手吗？人员比较稀少，可以找机会下手。会到手，收队。杰哥，我们被跟踪了，跟我走。要不要行动？不用。